今天呢，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在场给我们这么支持我们的 cos 粉，而且呢，我相信其实有很多朋友应该也注意到，我们晚间的 cos 粉呢换了非常不一样的那个新造型，是的，包装呢，我拿先给我们的朋友们，是的，很美耶，没错，那个包装是真的是哈，一次比一次哈创新的更加的美，更加的亮丽。是，当然呢，我们的啤酒呢，也就是我们的Cosmo 呢也采用了，也就是新锁瓶盖。新锁瓶盖的作用呢，就是呢可以就是收住我们瓶内多余的氧气，然后也不要让外面的氧气渗入到我们的瓶内之中，也就是破坏到我们啤酒的新鲜度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每一支的啤酒呢，都是呢保有5倍的新鲜度给我们全场的朋友们。没错。当然，我们晚间的新产品呢，也是会在我们亚洲及东欧各大市场已经正式推出，也就是我们晚间的新包装、新形象的 cosplay。 也要谢谢我们晚间有这么多的朋友呢，这么支持我们晚间的 cosplay。 谢谢我们的朋友王红友哥哥，听听掌声，红头谢谢因为Lollipop Dancer 也向我们朋友们一起致谢哈。是，好，当然接下来在我们晚间的